老婆，喊什么喊？天天是搞我们还搞我是？你看，呀，你这人嘞呀？我刚才天天搞事，挖出挖出金把挖起来了。老公，你才不能外露你点。这是哪个的？跟我来。老婆，之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还是你聪明些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此地无金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这是搞的。走。你不还差一天的给我家？我刚来后头改手的时候，看到金银啊那姑娘，在这个买东西。买的么家？黄金。走了，你有看韩吧？哪个？这个就错我们两家。如果跟他偷跑了，他肯定会怀疑我们两个。你想啷搞的？